那全娜丽莎第一次来我们天赐的声音什么感受？因为我唱歌的机会比较少，所以呢天赐的声音能喊我来，我就是可以称之为再生父母。很感恩，非常感恩可以来到这个舞台。每一位老师都是我曾经以及现在都非常喜欢的。求生欲好强啊。那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就是要模仿一下各位老师，在这里先给各位老师道个歉 ，sorry， 先从我最熟悉的张老师，张碧晨，模仿一下张姐的声线，好嘞，不曾为寂寞成行，泪与汗成霜，心已滚烫。啥呀？过往风霜成歌道，灼裂了翅膀，还要飞翔。姐。啊？等一下，再来一次。还要飞翔走，寻着什么调？等，怎么回事？你把原唱整懵了。等，寻着这么低啊？哦，寻着光耀的方向，把你遗忘，回忆这就成我倔强的模样。姐，我要凭证。我关公面前耍大刀，算了。下一首是我，也是我的女神之一了，就是我们的张韶涵老师。对，谢谢。对，因为张韶涵老师平时都是举止非常的优雅，没有什么肢体可以模仿，所以我只好模仿她的声音。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你这个唱腔成龙大哥呀。是有点像成龙大哥。你说过对不起。来，冷静来。你说了牵你总是对不起。哎，这样子，你要像跟碧晨一样，就是你唱两句，然后让原唱唱两句，我们才能感受到有多么接近。好的，那我唱一句。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接。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太搞笑了。下一位模仿的老师是我曾经偷偷去上过他的班的。哦，牛班对吧？对，胡彦斌老师。建筑就建筑，你嘴唇不要翘起来呀。他说嘴唇。我感觉这首歌可以做那个什么哪个口红的广告歌。好，认真，来。建筑就无畏，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下味，能爱不能给？路有多长？心有多远？对不起。哎，蛮像的，女生唱男生的歌，真的，她可以抓到那个唱歌的人的特点和精髓啊。谢老师，有点认可了，我觉得你渐入佳境了。接下来到哪一位了？先来模仿周深老师，周深老师的声音是很空灵。哎，志尚老师，可能需要你配合我一下。我还要配合你啊？对，是辛苦了。我唱的更怕你，然后你说周深就可以了。我说我好嘞，明白了，好。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
更怕你。周深，少管我，少管我。哦，你的那个啊，没想到吧？你跟雨桐是好朋友吧？谢谢你也抓到了我的特点。Sorry 啊 ，Sorry。我倒是想看一下你怎么模仿海泉老师。海泉老师，海泉老师是我们全家都很喜欢的。你们家有几口人啊？全家？四五个吧。家里几口人都不记得啊？这个不太方便的。因为有的还在谈啊。我要模仿海泉老师在天赐的舞台上的一些个唱腔和动作。哦、对，老师先提前道歉一下，先提前道歉。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的主后从来没怨。分分钟都盼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一路上几天，请快啲感觉飘上面。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对不起啊，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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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没有这个？你少了一个细节。Sorry。那个核心在，灵魂在抖。有点害怕，过于冒犯了，这样子。笑死我了。Hello， 老师们好，大家好，我是秘密李子婷。子婷来了三季了，第三季你觉得跟前两季你认为最大的变化或不同是什么？我觉得我心态上会有一点点的变化，对，但是一直不变的应该是我对舞台的热爱吧，然后还有就是一直坚定的做这件事情，对，也可能就是在这个行业里现在可能很多艺人可能就不能只是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唱歌，还要去演戏或者要去做其他事情，但我自己还是觉得想要把音乐做好，对，所以我就是还是先专注做这个事情。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人，然后就想要把每一个舞台都做得好，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舞台，对得起自己，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对，我觉得刚刚那个舞台特别的开心，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特别自信，我觉得他们两个唱的都好轻松，这首歌其实并不是一首很轻松的歌，对我来说虽然它很开心，但其实是有很多技巧在的，就是我可能今天才真正认识李子婷吧，就真正听到她的歌声，看到她这个人，然后我又觉得她是一个外国人，中文讲得这么好，如果让我唱外语可能我啥感情都没有，因为这个语言的差异是很强大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厉害。对，谢谢。因为子婷呢，我很喜欢子婷，我觉得子婷是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新生代，就是她又有颜值，她又在舞台上做各种不同的尝试，都是就是很，你觉得她都做得很好，所以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一个这种比较可爱的东西，就你当时会，你当下会想说，这应该是他平常擅长的东西，因为女团出身，那你可能很多的，不管是在舞台上的一些动作呀，还有搭配啊，你都会就会表现得很好。但是今天就让我觉得，除了不是只有表现好，他加入了很多的灵魂在里头，这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所以我就是一路都很看好子婷，这一路。在天赐的声音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各种不同的曲风的演绎，你就会觉得他真的很棒，我希望就是接着下来的天赐的舞台我们还可以继续再看到各种不同道路的你。谢谢张老师。子婷的话三年了，真的有感觉，就是看着物价有女初长成的感觉，就是每年都会有新的变化哈。对，就是我们家有个闺女长大了，大概其实这个意思。对，然后从第一年的时候，我记得你合作那个舞台，我们还有批评你，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然后到去年到今年，真是看到你一直的成长，我觉得特别好。而且今年让我看到最开心的就是你比以往更自信了，
更自信，来到这个舞台，你能把这个舞台运用得非常好，没有让我们有任何一时一刻是跳脱在这个戏外的，我完全享受在你这个表演当中，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这是这几年进步的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进步哈。我觉得有的时候子婷你可能面临到的一些不公平的眼光可能会比你身边的锤娜丽莎更加的严重，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会觉得李子婷真的是一个很标准化的新生代的少女歌手，你的外形很漂亮，然后你的唱功也很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大家会因为你的一切好像都是那么的理所应当，那么的合乎标准，反而忽略了你在音乐上不断做出的努力，而且你又是一个本身在性格上并不是那么的会张扬，会让大家好像在人群当中在舞台之上第一眼就看到你，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是在以一个真正的歌手的标准去要求你自己，而现在的你我觉得不管是在语言上越来的越自如，还是在音乐上你有了越来越多更多深刻的理解，我觉得都特别的为你高兴，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有的时候越过我们好像看到的这个很乖巧的可爱的漂亮的李子婷的样子，就更多触及到她作为一个歌手的内心，以及她真的她拥有与她年龄不相匹配的实力。谢谢。那再一次跟赵磊合作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赵磊是我自己因为很喜欢，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又有实力的一位新生代，所以就看到他就特我觉得他好可爱，而且这一次尤其是这一次就是在跟他合作的时候，因为上一次虽然是我们第一次合作过程中也没有太多时间交流，因为我们彼此那首歌确实是很难，然后对又难，然后这一次就真正有机会可以跟他，就像他说的，一上台之后就感觉默契很足，所以就有更多的时间是真正可以交流，就非常喜欢他的性格，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吧，第二次的跟他合作让大家看到又更不一样的赵雷，因为他没有唱过这类型的歌。我其实也很感谢邵涵姐，她就是有两次合作嘛，然后每一次邵涵姐都说我想唱这首歌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两个都有不一样的那一面，所以我就觉得跟邵涵姐合作就是会让我在这个舞台上能够让大家看到我的很多的不一样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反正很感谢邵涵姐能够给到我们两个人合作的机会。我也谢谢你。赵磊的高声线的华丽的东西都因为这首歌又展现出来了，而且那个音区确实非常高，在华丽的基础上呢，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赵磊这又是一次非常好的社会实践课，是就是叫做职场训练课，就是大学生出来社会实践的，对，就是职场训练课，因为不同的曲风你在练习跟表演是不一样的，是 的一定通过这样的不可多得的全国顶级的舞台去锻炼，真的你真的太幸福了，然后旁边的我们说合作伙伴，其实我觉得对你来讲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合唱的伙伴，更重要的是用这样的作品，用他的审美格局，用他的表现方式拓展你对于音乐表达的方式和理解，这个是非常好的。但同时呢，我也觉得说你要抓住这一次的这个叫怎么叫课后温习的机会，因为我觉得你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在完成通过了高音区的表演之外，如何能够细腻的拿捏歌曲里面那些歌词里面那些意味，当然这个对于年轻的你来讲虽然要求有点高，但是我觉得因为你被大家寄予厚望，我觉得继续努力，继续努力，真的是继续努力，已经很优秀了。但是我就觉得说，哎，你如果能够反复的回放这个的话，你能够做得更好的话，你就会给我们带来那种更出奇的震撼。我觉得这个乐坛，如果赵磊还想走得更远更高的话，就是要再来出奇的震撼。这可能是不是对你要求太高了？我对不起，要求高才能极致，才能变强。啊、所以我羡慕赵磊身边有邵涵这样的前辈。赵磊现在有被学校邀请去分享一下积累了这么多社会实践经验以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吗？有的啊，真有，其实是有啊，就是我上网课的时候老师会经常问我说你在外面工作的一些社会实践给到了我一些什么样的启发，然后我的老师虽然年纪
也是比较大了，然后但是他非常喜欢听我讲在外面工作的故事。对，就每次我都要分享一下，哎，我今天跟哪个老师合作了，然后呢，我们做了个什么风格的歌曲，就是然后老师都会就是去问我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哎，在学校其实不只是说学一些书本上啊，或者说硬性的一些课堂要求标准，但其实还会学到很多关于做人做事还有社会实践上的很多道理。所以老师有很多期待，要学以致用。对对对，看到你身上确实很多闪光点。小敏的部分我也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太对你太熟悉了，然后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就是你一样那么棒，所以虽然是你第二次唱 R&B， 但是我觉得我完全就是没有那种什么感觉，好像很生疏的那种感觉就都没有，就还是觉得我很喜欢你在舞台上的一些表现。然后对于 Mika 就是又会跳舞，然后唱的又这么不错，就是我觉得我是特别看好你的。那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一次在天赐的声音的舞台上，我相信你还有很多不同的面貌，我更希望天赐的舞台上面你可以更多的展现出来，就是不断的可以自我的一个提升也好，因为你就这么有能力，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你的外表也好，然后你又会舞蹈，你又会唱，其实所以更让别人更对你有很多的期待，所以 I hope you understand。 我明白明白。Yeah, OK. Hello, 小敏。那我先说小敏好了，因为这个歌刚才几位老师也都讲过了，确实它有好有呈现有不足的地方。首先我先分析一下这个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它很慢，很慢很慢，其实对气息的要求又很足，所以他们俩我刚才看到在台上正常的啊，我们平时我也有唱过这歌，就是正常到每一次最后一句其实都会去这样一下，真的是。气不够用的时候，特别不打开唱的时候，用那种混声，然后用那种虚虚的感觉去唱的话，会很费气。但是他们前一段表演其实都蛮好的，其实都蛮好的。然后特别小敏能够控制的那么好，我看你一点都没有很吃力，然后很顺滑的就这样唱下来。所以我觉得你的唱功真的是像老师们讲的一样，非常的棒，非常的棒。谢谢。谢谢。因为这歌真的很难唱，而且今天这个编曲，其实在 CD 里听是 OK 的，但是。在我们舞台上呈现其实是比较累的，有点慢嘛，对对对，确实有点慢，很难唱的。然后米卡你好。你好你好，老师好。我因为我上网听了一些你唱过歌的视频音频，然后我会对你的混声你知道吗？有那混声我是很就是你的混声唱法是非常就是让我很眼前一亮，很棒。因为我们讲实话，我们很多中国的男歌手唱用混声一直在唱歌的话是没有特别漂亮的声音，就是很难，因为中文字的原因也有可能啊。但是你是可以用混声唱很好听，而且我听到你很多你的处理啊非常有感情，非常好听。但是刚才有看到你在舞台上很极力的在练习高音，我只能说你在练习高音。对对 对, 对，你非常努力。而且我刚刚也从郝雷老师这里得知，居然你的声乐老师也是我的朋友，我回去要跟他讲一点。你真的吗？所以我给你一点点建议哦，希望看看对看看你要不要听一下。好，因为你的混声是你的特点，是你非常 special， 是你的自己的东西。你像国外，你看我们譬如那个 Charlie Puth， 他也很多歌我们那么熟悉，但是他也在用混声唱，到副歌他也没有一定要这样唱，但是我们就跟着也很好。我觉得你为什么不去？他有打开的时候，但是譬如啊，我假如说你只能 D melody 的 D 可以用真声，那你为什么先不去练习用一个真声来呈现，而不是全部尽力的在呈现？其实歌曲可以让他很多的方法在 mix， 而不要那样，因为你太中国话讲就是太拙了，你这样演唱的话我们听的也会累，我们很多人听的都会累，因为也能感受到你在练，就是还没有达到那个 level 的时候，你只能用现在的感觉去唱。但是你可以更聪明一点的去处理，
可以用混声带真声，然后哪里真声舒服再唱真声，一点点练。可能我这三个字里有一个真声是 OK， 下一次我唱三个字里有两个字是 OK， 然后我再练再练，通过不断练习，我三个字都能爆发出来，都可以炸出来的时候你就 OK 了。好好好，我们对，所以这一点点小建议，在唱很多爆发的东西的时候，可以这样先这样处理，因为真正合理的分配嘛，因为你有你的特点，把它唱好，不然就会有一些就垮掉了，有一些就失败了，好吗？好好好，谢谢老师，我明白，谢谢。